吃水啊，吃冰的水啊。你去摸摸摸它现在飘下来那个雪，掉在你手上会变一个雪花，会散开。再做一次，好，再上去。换第二段次。下山不是在山上，不是还在上去。有点是往下滑的。来玩就好。对啊，真的，真是下雪，真的来一两天就够了。在这边是很冷，应该要冷死。可是没有，来玩看一看雪就还不错。那么黑要看什么？我刚刚在想，那你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不敢看，你知道。这边是拍照。好。没有看到你在滑雪。们，你好吗？好。Welcome into this good day, first kid volleyball keeper tag in the world. Wish you a nice end to the top.刚问我们说太扯，好扯哦！刘东方会做太好了，台湾做太好了，下雪又可以看到太阳，林姐。
季节，不然一般一下雪的话，整个都是雾茫茫一片，都能看到。你有惧高症吗？没有啊。浪费，哦，怎么突然变冷了？这么冷？目前你们所在这地方是早上来，很冷，好深的雪。我脚结冻了。